提早个一两分钟而已，还好。二来怎么？我要先进去，然后再邀你们吧。嗯嗯。和团员、团队成员见面什么意思啊？和团队成员见面。在这里不能打勾哦，算了。随机生成本地。那我发现一件事，我头忘记吹。啊！我头发忘记吹。对，然后就头发湿湿的，笑死。那一定盖住啊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先把它盖着啊，然后吸个水。哎呀，红灯。目前手边没有浴巾，我想说衣服啊，衣服脱下来擦，脱下来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帮你们摸，他帮我穿一下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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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这回事。衣服不行，那脱裤子，三回啦，也是可以，好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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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挖起来挖起来，等下就会干了，等下就会干了。聊天室刷脱，我手机拿过来点，不能脱脱脱。反正不是我偷，别人偷都没关系。废话，当然，都是别人偷。对啊，别人做就好。对啊，安安安安，今天有小雨、繁星跟杰克。对，来，我现在邀，感谢 CK 的手环。声音会太大或太小，要说一下。好了，我都要了。好，好了。那我要先去点名了。哎呀，对呢。要先去点名了，是不是？不点名会。哎，我已经很久没玩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哎，你玩过？我是新手，完全不会。对啊。可是我现在已经是菜鸡了。忘了。感谢光冠。感谢棒棒糖。好，我先收刮完别人的东西啊。嗯，好。啊，你有没有改名字啊？没那些名字有改啊？没有，我就用预设的啊。啊，你想要帮他改名字吗？这样说去团团房间才会知道啊。我有放记录档吗？有啊。团房间长拖鞋。长拖鞋。哦，对，我今天上传这记录档忘记公开，算了，我今天公完台再公开。Loading 有点久哎。啊。那先来兜一下，你们搂不进来吗？在搂，我可以去吹个头发吗？去啊，你记得关麦就好了。好啊，哎，进来了，哦，哦，我也进来了，都已经忘记怎么开东西。再来，按一，按一，有有有，嗯，现在应该要做啥嘞？按下就好了。现在啊，早餐时间。要去吃饭啦、啊。点名啊点名。点完名要吃饭了。怎么有人在这打架、啊？吃饭了吃饭了，吃过了吃过了。哎、欸，干嘛干嘛啦？你是不是打到人了？我没有打人，我只是捡尸体。被扛走喽。被扛走了，开场就被扛走了。把马林砍喽！哎、欸，我没有被扛走，我在地上哎、欸。等下护士还没来吧？哦、来了来了来了！白痴，从开场就被揍爆啊！对啊，这是逃狱的那个游戏。哦，两一颗心了，太快了吧！一颗心了。抱歉，我只是想说摸一下。感谢手环。啊，走到。哎、欸，我要先读书的地方。突然忘记了，我也想要读书，不然我现在跟智障一样。我现在读书，我都忘记了。这里的书在哪里啊？好像在右下角是吗？不知道，我先到处去看看。我记得二楼有。图书馆。感谢克野的萌萌哒。刚刚来，居然有萌萌哒啊！有，二楼上面左边。音乐萌萌哒，杰克萌萌哒，没有。萌萌哒。啊！你干嘛打我？我想念书。念书不要打人。等一下，陷阱。我能换角色吗？还是不能换的？进来你进来选的那时候就不能换，你在外面进的。没有，我刚刚建好了，但是我他刚自动选的、欸。啊？自动啊？就是我刚刚去吹头发嘛，他就自动选，对吧、啊？对啊，你没选到啊？没选到啊？你怎么会怪人家啊？那是你自己没选到。对啊。我不怪吗？我好会读书，拜托读书大师哎、欸！
没力气了，不能读了。读到累了，读到累了。对，因为我隔壁应该是影月啊，我一定。对啊，是我啊。然后去洗澡。为什么你可以读那么久？啊，我累了。去哪里读书？右下角。角要干嘛？哦，送给繁星的礼物哎、欸。送给我礼物、欸。你送给他什么礼物、啊？我也要。将管状胶水交给繁星。你要胶水干什么，繁星？我要胶水干什么？你要胶水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欸洗澡的在哪里啊？在洗澡啦，在哪里？哦，二楼吗？二楼右下角。哎、欸，我就忘记他那个任务会怎样出现了。任务进他号啊，他会有一个那个很像摇杆的东西。我想起来，右下角这里怎么看都不像啊！你是不是跑出去了？而且你为什么你长得跟我这么像啊？因为我刚刚没选他、啊，你跑到马路上去了啦！继续读，对对对，在读书有没有？哦，这里哦，哎、欸這個，这个队友，这个队友有点有点完蛋了、啊，完了，哪里呀、啊？找不到洗澡的地方吗？二楼是最下面偏左边。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我在找他叫我把东西给你，可是我要先去找到那个东西，不是吗？这是要累积在那个框框内吧？他应该有给对，他应该有给你胶水啊。他没有给我，我要去。哦、你 要在特定的地方拿到吧。嗯，他在楼上那样子。午餐时间。啊，午餐时间啊。饭吃饭。吃饭，等一下我还想多读两本书。不要再读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多读一下。很忙啊。是可以，那布丁留给我。我的智商飙升中。哎、欸，讲好像我平常智商很低、欸。要进来就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用吃啊。只要去摸一下就好了，就放进来一下好了。旁边是谁、啊？肚子不饿，我只是过来晃晃。绿色的是谁啊？餐盘。我。哦。要吃东西也会加那个啊，体力啊。怎么有人倒？两个人倒在这里啊？不是，他们刚突然就打起来了。被狱警制止。好了，吃饱了。啊哈。哎、欸，没有位置了。哦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站着吃、啊。坐一下。还吃还吃，吃吃吃吃吃。小雨，你被打了。我？对，打回去，扁他。看你的血量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能打我。这是你吗？工作时间。这个工作在哪里啊？箭头，箭头，箭头有箭头。可是工作时间要强啊。要先去，可是就算没有，你也要去报道一下啊。是吗？嗯。对啊。报道一下就好。是吧？没有工作就走进去那区就好，就报道有打勾就好了。我都从来没有去工作过的。哪里有报道打勾？你的右上角不是有工作时间吗？嘿，记录档，记录档我会放啊。可是那你要打勾啊？你还没打勾啊？哎、欸，他不给我工作，所以就代表没有了。对，没有你的工作，但是你要代表没有适合你的。他说我可以无视这个家伙吗？哇，嗯，嗯，在楼下。快走，繁星，跑，冲啊！感谢手环。他可以跑吗？他不是正常走路就是跑了吗？有冲刺吗？没有啊，你蓄福站下去变走路啊。哦，好啊，所以一般的状态就是跑了。哦、嗯。啊，抱歉呐、啊，进人家房间一下也不行。废话啊。好进好朋友房间而已嘛。又不进他房间。我记得是看到80就好了吧？八十。是书吗？哎、欸，繁星立德啊，立二楼。立二楼，我的随行立贝来了。啊，变态啊！这会我在洗澡哎、欸，这会随行啊，立德，不搞丢啊！李老李老，我戴着帽子洗澡哎、欸。哦，哎、哦，错、欸、了错了错了，我虎皮帽是我的。那、啊、我怎么给你啊？你打我干嘛、啊？不是。他说我突然给你，我怎么给你了？放我的箱子吧，放他家里的箱子吧。哇、欸，来打我干嘛？还打了？还打？没看过坏人呢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走过来，来这给你啪。哎、欸，怎么给你啊？锻炼时间，看个书就去。锻炼时间，就去那个运动场上进去一下。不要揍我！不要揍我！没到，他们不是在揍我，还以为要揍我，没事都在揍我，一直揍，一直揍，
对啊，真是。读书读到没时间工作，不没意义，我不要去工作。练体质比较实在哦，还可以多打一点架。我怎么被打了？看了。八十了。那、啊、这关怎么逃出去比较好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剪电线吗？那我们是不是要做什么剪刀之类的、啊？对啊，就是要升级两次剪刀就可以直接走了。升级两次剪刀。我看一下剪刀怎么做啊。我有一只柔赖吧。我记得还要胶带、铁片。胶带、铁片。淋浴时间，哎呦，跟着箭头走。我才刚下楼。两把锉刀跟一个胶带可以做刀，基础。我有两把锉刀，我看啊，你不要带着锉刀去那种会感应的地方哦，就被抓走了。第一关比较少感应门吧，对吧、啊？第一关好像没啥看到。哎呦，这边有一个锉刀，我刚去别人房间翻的，我家的吧？不是啦，我先把这偷偷拿回我家放。我家在哪？家在哪？我家在楼上，粉红色，好好好，这个我丢你家楼下。哦，我是黄的吗？啊，为什么黄色我的在左下角？我是四八四被排挤啊，较边缘。哦，我家你家都已经平哦，被发现了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不该来，我走。我看，藏好你，藏好。好，藏起来。晚餐时间。那为什么我家箱子都是违禁品？我是想害死我是不是？按 B。哎、欸，那谁不要开我哦！不是我，杜金，是我的。看错了。那因为我的那个工作台有两把锉刀。在家里面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我还需要再一个。三年。锉刀。在我那边。我有。胶带是不是？胶带胶带够了。胶带够了吗？哎呦，好啦，有人在打架了。啊！晚餐时间我不去。好，我去吃饭。都快点，还不吃。来啦，加分呐！哎，加分，加掉。我都在地上，我忘记了。直接拉出来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按一吗？那有四八四可以偷一下人家的床单。对，可以，可以把它做成假人。对。现在什么时间了、啊？哎、欸，他是不是有优化、啊？我觉得他现在偷东西比较好偷一点。嗯。还有没有一个胶带，我可以做到三阶剪刀？我有啊！我就说有，就说有了，你没在听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。哎、欸，我拿起别人的桌子、欸，可以啊，我有那个、啊，我怎么把那个放下去啊？啊！我被逮到了，可以拿别人的桌子、哦，就你还被抓到，菜，怎么开啊？哦，按一或二啦，八七哦。嗯，我要怎么放啊？不会放啊！这边好，胶带是那什么胶带卷吗？你被打了，被打了啊！没关系，我放进去了。应该空白吧？不是，空白了。空白吗？哦，空白。我好像偷别人被打死了。去削马铃薯。你要去削马铃薯，还是你要送医护师？送医护师。多累啊！抱歉。没有，你没有看到我在偷进你的房。对不起，我没干嘛，我在帮雨月家布置东西。我在偷拆人家的床单而已，没事。哎、欸，那我也再多拆几个。啊，抱歉，被发现了。做假人喽。假人啊！不行，外智商太低呀、啊。这什么？撤去床单。你不要撤我床单，我揍死你哦！我不知道是什么、啊，我只是看一下，这是可以撤哦、喔嗯。你不要把我床单拿走，给我放回去啊！有雷队友啊！怎么放？怎么放？空白键。哦、oh, ，好。床单很重要啊，人家看不到你在里面做坏坏的事啊。哦，他可以这样子哦、喔，可以啊。对啊，嗯。故意把它铺起来。嗯，念。我有。小弟想帮大哥逃，一直智商比较低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很坏哦、喔，不行哦、喔。啊。
你是那个小弟吗？我怎么觉得他是那个智商比较低的？我没有说智商没有，我就觉得他可能比较像小弟。我都不懂道具可以干嘛哎、欸。你可以看那个、啊，你按你的 Q， 然后它会有一个像制作东西的那个，嗯，然后里面你可以看制作哪些东西需要什么东西。我是不知道怎么放地上哎、欸。哦，智商还要够高哦。对啊，所以才说、啊。放地上好像是按，我忘记按了，按右打开背包按右键吗、啊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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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丢在地上。上去按右键，哎、啊，给我下来了。好，我怎么把东西放回去啊？白啊。空白吗？啊、等一下啦，有。那时候几级面高了，坏掉被发现了，有东西被发现了。啊、嗯，他说那个墙壁损坏被发现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再念。我放个假人，绿色是谁啊？我帮他放个假人。蓝，绿色是我啦。我说我是蓝色啦。好，放个假人。你说以为楼下的床单都被我拆光。啊不！智商要练到多少啊？就能多练就多练，不然你很多东西都不能做。能做的东西最高到70就行了。好，我偷床单啊！啊，按着，按一，按着，嗯，帮你布置一下。要要要要